撞的？烧三台哦。这是什么撞的？有够可怕的，噼噼啪啪的，噼噼啪啪的声音。两部车烧起来，这什么错啊？烧心呀！现场是有三台自小客发生车祸，两台起火燃烧，那个总共有五名受伤的民众，然后有四名送医这样子，送往那个苗栗医院跟维光医院。大概花多久时间扑灭？大概花十分钟左右。火势很大吗？我们到达的时候火势是蛮大，已经算全面燃烧了。哪一台车全面燃烧？那台的自小客后面那台。小客，然后还有那个后续的那个电动车，电动车对，然后所以就全面燃烧，对，然后花了几分钟把它扑灭，大概约十分钟左右。好，全部都送医了，全部送医了。好 ，OK， 好，谢谢。